你好，我是黄文星，我与水仙花有缘分。今年香港天气寒冷，打破香港纪录，所有全港水仙不合时，赶不切大年初一开花。我在12月27日2015年因为教学浸水仙，今天大年初一早上开花，同大家拜年，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万事胜意，世界和平，历史见证。